2022最新恐怖电影《鬼妖零二》，它终于来了。据说上映期间，有观众直接被现场抬走，恐怖程度可见一斑。胆小的粉丝一定要搂着宝贝观看。小美一家搬进新公寓，可这里的邻居好像很奇怪，经常能把小美吓一跳。父亲也变得奇怪起来，每天拿着一个破箱子上班，回家之后就把箱子锁起来。夜幕降临，恐怖的事儿就发生了。隔壁的小明出门倒垃圾，可诡异的是，今天的垃圾无论如何都无法沉下去。垃圾箱里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。小明好不容易爬出来，但是垃圾箱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要爬出来。小明吓得赶紧捂住眼睛跑回家里。第二天清晨，小美父亲出门上班，刚走进电梯，意外就发生了，电梯突然失灵。他们好不容易掰开电梯门，可电梯又突然动了起来，只有小明通过缝隙爬了出去。众人乱作一团，都想往外跑，电梯终于支撑不住了，掉了下去。可与此同时，一楼的电梯门竟然诡异地打开了，几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走上前一看，水泥地上竟散落的都是硬币，都是钱呐！他们忍不住就开始捡钱。电梯急速下降，一个小女孩听到声音往上一看，她赶紧让其他孩子出去，他们不听。紧接着，2022东南亚票房冠军《鬼妖零二》恐怖的不得了，一定要搂着宝贝在被窝里观看。电梯失灵，疯狂下坠，很快电梯上的人就变成了一具具尸体。暴风雨就要来了，这些尸体只能暂时被运回家里，暂时保存。小美三姐弟正在等待父亲的尸体，可就在这时，房门打开，父亲竟然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三姐弟是既震惊又害怕，可父亲却说他是唯一的幸存者。可这也太不正常了。阿伟来给心仪的女孩小红送收音机，希望小红能够爱上他。小红正在听收音机，可收音机里突然传来诡异的求救声。房间里也传来奇怪的声音。紧接着，小红吓得就往外跑，房门打开，外面站着的竟是阿伟。小红生气又害怕，赶紧把收音机还给他，还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就在此时，一声雷鸣，房内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阿伟刚准备回家，就被管理员拦住，请求阿伟帮忙挨家挨户确认死者。没想到看到一半，管理员就偷偷溜走。阿伟害怕的想回家。我回电，白露却撞上了另一个小孩小黑。小黑说自己家里的墙上出现一个大洞，想让阿伟爬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。你怎么不爬？但阿伟还是傻乎乎的爬了。隔壁的房间一片黑暗，但阿伟找到一本相册，把相册揣进兜里爬了回来。就在同时，恐怖的事儿正在发生。小红正在祷告，可突然小红吓得嗷嗷大叫跑了出去，一下子就撞进了阿伟的怀里。阿伟和小黑来到了这里，这个破公寓已经被暴风雨覆盖，公寓里恐怖的事儿正在发生。小黑看到一个诡异的女影，她走上前，女影竟然消失了。她把白布扔进水里，紧接着小黑吓得直接原地去世。这个小女孩也撞上了恐怖的事儿，再一转头竟然啥也没有，撞鬼了吧。是呀，小女孩吓疯了，房门却打不开。一个黑影逐渐靠近，好像是死去的母亲。她不自觉地走上前，跟着母亲就走进了电梯里。妈呀，
小女孩直接被原地吓死。阿伟拿着相册找到姐姐小美，他们怀疑这个破公寓可能和死去的母亲信奉的恶魔组织有关。小美拿出父亲总是随身携带的木箱，可打开的一瞬间惊呆了，里面竟是上百根死人的手指。他们吓得就往外跑，可老三竟然不见了。小美和阿伟只能再次返回楼上，走近一看，他们又惊了，早就死去多年的老四竟然出现在这儿。小美脑袋早已短路，她拉上老四就一起跑。独自一人的小红好像看到了管理员，但是老三，老三吓懵了的小红只能躲进了垃圾箱，可是小红也死了。小美他们碰上了父亲，父亲说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保护他们。话还没说完，众人直接被冲散。小美也晕了过去，等她再次醒来，看见面前站着几十个教徒，他们在恶魔的召唤下要把父亲大卸八块。自己的弟弟阿伟也要凉凉了，小美感觉要死了。一个大叔突然出现，手持法器直接就怼在了恶魔的脸上，带着几个孩子就逃离了恐怖公寓。原来十几年前，这里还是一座陵园，在一间仓库里竟诡异地摆放着上百具尸体，他们都以奇怪的姿势跪拜在地上。更加诡异的是，这些尸体跪拜的墙上竟然挂着一个女人的照片。灵异记者大胡子受警察朋友邀请来到这里，看到这一幕，见多识广的大胡子都吓得大吐特吐。局长告诉他一定要把这件事压下来，避免恐慌，上百具尸体只能就地掩埋。多年以后，局长竟然诡异的自杀了。就在他自杀之前，他给大胡子寄送了很多当年案件相关的档案，大胡子竟然在里面发现了小美父亲的照片。原来小美父亲也是参与当时诡异案件的警察之一，这个恶魔组织信奉撒旦，拥有撒旦的部分邪恶力量。为了调查，小美的父亲竟然把自己的妻子送了进去，随后妻子和恶魔结合，就生下了小美姐弟四个孩子。父亲本该遵守约定把孩子献祭给撒旦，但是父亲不忍心把孩子献给撒旦，只能杀1000个人抵命，而那些手指就是父亲杀人的证据。而现在撒旦还是找上门来了，更恐怖的事儿还会继续发生。小美他们能顺利逃生吗？那看来是第三部的故事了。